嗨，我知道我今天头发看起来有点奇怪，很奇怪，很奇怪，我头发很奇怪。可是我不在乎，不在乎，不在乎，不在乎。我为了绑着头发绑到我的珍珠奶茶，这个 Oh my God， 它的水全部漏到我手上。我为了绑着头发，我不懂用了多少时间，然后我的珍珠奶茶已经融掉了。Oh. 所以我决定不在乎，然后拍这影片。你们看完标题，你们也是懂啊，所以。如果你们要讲我浪费食物的话，浪费所有食物、饮料的话，对，我就是浪费食物，我就是浪费饮料。我们有三个饮料，第一个就是这个 Miranda Lychee and Strawberry Flavor。OK， 这饮料呢，本来我要 try 好不好喝，可是可口可乐是134卡路里，珍珠奶茶所以我们来做吧。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像一只动物。希望他们会成型，因为真的很希望。可是我觉得三个都不会成型。完全不想试来喝。我觉得不会成型，180不会成型。好嘞，我们试一下。What？ 怎么可能成型了耶？怎么可能？你看，它不是有水吗？怎么会成型了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它成型了 ！Oh my god！ 我好像又不成型了。我以为 sugar 加 slime 就不会成型，因为他们讲糖会融化掉 slime， 不是？很黏呢、啊。我真的觉得自己超级无敌笨。我讲那个 slime 很黏，然后我还用手去动它，起来的声音就这样子。突然间发现我在穿粉红色的裙子，弄粉红色的 slime。可是起码成型了耶，我没有想到会成型，可是它就是把它成型了，可是它很黏耶。为什么我要一直重复一样的东西？我刚才讲它很恶心吧，然后我就开始用双手来去动它。我先放一边。坚持住。现在我就要 try 这个
珍珠奶茶史莱姆。本来我想要先做可乐的，可是我看到那珍珠奶茶已经融完了，所以我刚才喝了一杯珍珠奶茶。嗯，很甜。可是我今天不是来喝珍珠奶茶的，我是来做史莱姆的。本来真的很好喝。Anyways， 要喷出来，要喷出来。OK， 我们先做样子。有成型吧，可是就不够咯，真正要成型，不要成型这样。喷洒水不用钱系列，就是用可乐，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碟子，可乐，然后也不是业配，可乐请找我业配 please， 可是不要给我一箱可乐、oh. OK， 我不要再解释了，就是放掉嘴，然后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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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然后看会不会成型。嗯，我想要把摇，然后开一下会不会漏气出来。Oh my god， 我很怕。OK， 安全。嗯嗯。我先倒那些。OK， 还没有气哦。很恶心耶，你像发霉这样子。如果我把珍珠奶茶放进喷洒水，再放进可乐史莱姆，你觉得它会成型吗？是不会成型的。Oh my god， 它闻 ，Oh my god， 珍珠奶茶加可乐的味道，就很像药水的味道。很臭，超臭。OK， 然后是这样子的，不会放弃的我当然打算把它放进另外一个碗里面，然后再继续进行我的可乐实验。嗯、可是很明显呢，它是没有成型。OK， 然后我就崩溃。之后呢，我就打算，幸好我跟你讲的是，再弄多一次。就是一直失败就对了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新的一个碗，然后再放新的可乐，打算再做一次史莱姆。OK， 也是失败，所以OK， 我丢掉。
这样我就把他们两个混合在一起。这里呢，就是我在臭美的样子啦，因为我的相机没有电了，所以我要用我的手机当做另外一个 camera 来用。耶、yeah. ！好像那个摩羯人他去家庭扎集的时候哎 ，Oh my god！水潭史莱姆酱哦，我觉得本来我是打算起泡，可是它扁到整个大便浆，所以也起不到泡。嗨，这是我们最近新推出的珍珠奶茶，草莓口味珍珠奶茶。Anyways， 请你们喝哦。我刚才洗手包，那个史莱姆露出来，现在我要去洗第二次手。Cheers！ 你先喝啊。Oh my god， 露出来了！啊，我刚洗手。